是博斯 lockdown 的第一天，直到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才出去放风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次的社区传播是从 quarantine 的酒店里面传出来的，这个病毒也太狡猾了吧。这次受感染的是个华裔，新闻中报道的那些他所探访的地方都好熟悉。虽然现在已经逐步在开展疫苗了，这个抗疫的路还没有结束，在这种时间也需要格外的小心啊，千万不要误以为抗疫结束而掉以了轻心。希望这次依然是有惊无险吧，记得保护好自己，吃好运动好，增强免疫力哟。感谢你看到了这里， Namaste。